做党诶。今日你要得麻烦你照顾真普啊，伊诶嗽有较好啊，还毋过同款啊，糖仔袂当食伤侪。啊，搁有，有一寡所在，你都毋通带囡仔去，较免影响着伊诶发育。这不需要你讲啊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伊。较免到时候有人死，叫你放上讲我带囡仔去甲别个查某人洗温泉。还是讲，你这样看袂做的，是不是你到今嘛也较无道啊，完全较戆啊？刘千瑶，你要到倒一个查某后边来，那是你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。我是惊你嫁歹丈夫，还佫有，我真正希望你会当好好负起做爸爸应该有的责任。啊，那你个人的事事，我无兴趣。那我来跟你讲，我甲凯罗是清白的。拜托你妈呢，好无啊？你来造成我困扰呢。我只有一句话啊，这世间无永远的秘密，你所做代志总有一天一定会变空的。妈，三 C 产品哦，淘汰率足紧的。啊，参照你啊，路易比拢已经遐尔久啊，嘛已经停产啊，我看是无得修理啊，你得卖个浪费时间啊。啊，不过这个录音笔哦，对我来讲，这纪念性真大，若歹去哦，我真做唔甘的。我会记得陈浩伊有一个朋友真贤修理三 C 产品，啊，今摆我替你摕去修理看卖。安尼真好啊！哎呀，真想啊，那你得来保庇哦，这个录音笔哦，会当修理好，安尼我等于听到你的声音啊。这些事你今摆是吃饱修言，幺妈要搞不搞烦是吧？到时若是真正修理袂好，那恁我妈唔得希望落空。佳瑶，啊你哪安尼讲？人思思伊嘛是好意啊。思思，你等我坐我来去睇吼。嗯。对啊，张浩，你唔是有一个朋友真够修理三 C 产品？是啊，安怎？这是阮爸留落来录音笔啦，啊不过已经歹去啊。阿哥想要送去修理，所以我想要请恁朋友看卖，看有法度修理无？好啊。嗯，阿姊哦，一定是哦，做思念姐夫啊，想要听一下，唔才把这录音笔搁摕出来。阿小姐夫哦，明明是这么好的人啦，可惜哦，已经无伫了呀。我会记得我讲爸爸去钓鱼时阵啊，伊就跟我讲过啊，伊的记忆愈来愈歹啊，常常袂记哩东，袂记哩西。所以若收到啥，得用伊的录音笔甲录起来，再袂漏搞去啊。这录音笔哦，若是会当修理好，我得会当搁听着阮爸爸的声音吧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甲阮朋友一定爱甲伊修理较好。哼，讲我这刘佳瑶，啊要不要死哦？哼，就真要不要死哦？我早晚会死你外手头。好啦，妈，一款人都卖菜刀啊！我也卖菜皮啊！哼，这就叫妖啊！啊，出事就歹种啦，规个硬样偷食。哼，想要继续食，食较饱嘞。再某一天，我会连着伊甲 Kiro 偷食禁锢，好伊哦，唔知安怎死。恶有恶报，今早班的李文珍一定该离婚。哈，无唔对，我这李文珍这戆查某，甲这笨手立掉，好人挂出杨氏五流。哼，安尼哦，我才笑外气。好啦，一款人哦，你都卖菜刀啊！是啊，妈，咱哦，得把咱的日子过好些，安尼就是对刘佳瑶上大的报复啊。